怎么会无底儿啊？哦，无底儿上单，欢迎来到整活儿是吧？蓝惩戒吧，螳螂就别红惩戒了。螳螂打蓝枪可以红惩戒，打中酒桶这玩意儿那就蓝的吧。走，包工头打野来一宿。我们不从这边走啊。王姐去钻一手，走，插个眼儿去啊！好，这眼儿插完还是可以的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往这走，往这走来。啊，打起来了啊！可以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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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干啊！开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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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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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杀人，先杀人！别着急啊，先闪走。哎，我的，EQ，油桶也死了。好，这波双杀，完拿下了，人头还收俩，漂亮。中路赶快一波 A 掏 A 等他吹风，别着急 A 一，看，扎死他，烫死了。这上来就三个助攻，回家了。哎，两个助攻。本来吧，我们还能去反个酒桶的红，但是血太少了，就算了，就别反了的。先去打个红 buff。我 E 咋那么短呢？我本来以为那亚索要不闪现的，你知道吧？我本来以为他不闪现，谁知道他闪现了。我看他都想换我了，我以为他不闪了呢，我赶紧交技能啊呢，那我得赶紧交了，我再不交技能，我还得预判他闪现的话，那就有点危险了。我要是往前一个跳，他闪现一个平 A， 我死了，我们更亏。算了，我跟你解释这些也没有用，你就是想说我短，说吧，无所谓。看看这酒桶搁哪啊？直接上来干他！我们野区根本不怕这酒桶。戳死他！W 死 ，Q A， 他指定是要往前穿，直接追他。A， 再戳。平 A，W 走位 ，EQ 死。回去打蟹去。这螳螂打蟹也太难受了吧，他没控制啊。我看这乌迪尔还是可以的啊，塔下能杀人。先把这逞了，逞完以后这也不禁夸呀，这。你大爷的！你这个啤酒人，你还把这河蟹给打了！回家，赶紧出装备。这螳螂就得赶紧出装备，前期出装备出的越慢越不行，赶紧出。我要
这波想想去哪啊？去中路，中路好抓，马上小驴人升六级，我们就帮着小驴人杀着亚索提款。下路没啥机会，上路呢那线也刚过来，也没啥机会，但我估计他们家野区应该什么东西都没了。那亚索怎么没了呢？亚索出来了，应该野区没野了，我估计酒桶应该都清完了。我们这波啊就在中下晃了，先过来打他一套，哎呦，坏了，没事，他们没技能，我五秒有 E。 哎呀，可恶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，中路人单杀了，下路我们还死了一个。W 回血，我 W 回3000滴血，一个 W 给我回3000，我直接就把他俩全给杀了，还回血呢，还你看回血，对面鲨鱼啦，没有闪现，打一波。是不是有眼儿啊？应该没有啊，他俩这个地方应该没有视野。先别让蓝打我们啊！把眼儿扫了，假装在这打野啊！酒桶敢过来，先把酒桶杀了。哎呀，他看见我们没有多少血，知道吧？小驴人过来，先把酒桶杀了，一抖，闪现抖。你能不能杀得掉这酒桶到底？而且下路为什么双杀了呀？那玩意儿我来救你来了。不行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这波蓝反完，我们去对面的红。反酒桶的红去，啤酒人还在这放心的在这打野啊，啤酒人，我杀人收红，别着急啊，看看这把学个什么，学个勾吧。能不能打得过他呢？我想一想啊。先给乌迪尔发个信号。你看不见人是吧？我到了，来，往我这走，来，往我这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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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让他先 E 啊。来 EQAW R 开起来，平 A 一个掏，好配合，兄弟。蓝马上没了。那中路一个哥哥一个弟弟，我才看见他们家呀。
跟我在这玩兄弟作战是不是？清一圈野，然后把龙收了。中路小驴人呢？可能是有点问题，这沙米拉杀呀，你俩这么怂啊，这沙米拉都不敢杀，我操了，有点厉害。嗯，你俩打 AD 呀，怂是有原因的，有什么原因？我们三个人，我差点把他杀了，我没有大招，有什么原因？那俩傻子还有原因呢？那看见那沙米拉还搁那补兵，早不跑过来。就你叫沙米拉是吧？我看看啊，沙米拉，我要来杀你了，沙米拉。修童可挺能跑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不行吗？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啊！走位，一走 ，W， 哎呀！没事，这波赚了。一波一换三，上路还死一个，他们家就剩一个人了。蓝 buff 可以去，我马上有大，可以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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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掏死他 ！W 一展现惩戒，打一下，别着急。就你叫沙米拉呀？啊，你也去跟我螳螂打？我发现你是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这是。敢跟我掏，上一波给打出自信来了，我估计这是，嗯，给打出来点自信，这一波开始膨胀了。那上一波我没有技能，把小龙掏了，算了，回家了。也可以不回家，尝试一波击杀。哎，算了，这波就掏他一下得了，掏不着我们就回家吧。这派克这玩意儿不好杀。这英雄可不好杀。先来个布甲骸吧。行，这把出布甲骸。但虽然螳螂拿了这么多银头，但是这个英雄呢，不算是一个很稳定的英雄，还得靠队友，所以每一回我都会把阿木木给他办了。阿木木第一是打不动，
第二是打不过。前期可以稍微打一打他，越往后打越不行。这沙米拉是真不怕死，你说你老自己往这跑，哎，我今天能让你跑了，我就不叫蓝莲汉，行不行？啊，我今天要能让你跑了，我指定就不叫蓝莲汉，我就改个名儿。老自己瞎跑，我就叫个沙米拉的儿子，差点改名，差多了呢。我有惩戒，他上哪跑的？他没位移，他又没闪，这什么意思？勾我，人有点多啊，几个人？看一看，别着急，派克在我下面。没事，我们先一走 WAQ 惩戒，这波应该是够呛了。人薛威是有点多，螳螂在面对这种这么多人的情况下是不太行。我先来个幽梦吧，要不然跑得有点慢。算了，还是先来这个吧。升级 W， 十一级肯定升级 W 啊。打野螳螂第一升肯定是升 Q 的，我们优势要劣势我们就升 W 了。还是得点无情猎手，我发现不点无情猎手不行，跑得太慢了。来，先把这烧死，惩戒 AQ 再 AIR 升级 W。啊，我升级呢，操，升错了，没学大招。哎呦，坏了坏了，还得等个十二级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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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学大招，在这等一下啊。好，萨米拉来了，惩戒 QW 溜，酒桶应该在前面吧。来蓝 buff 找酒桶，酒桶应该在蓝。别，你就不能往长点放吗？你每次放这么短。这个酒桶好皮呀、啊！谢谢你的砸，一个掏。键盘给你来，你来放。行，兄弟，以后啊，谁要再跟我说我那技能放的不咋地的，或是怎么怎么地的。我说行，键盘给你，你来。行吗？谁要再反驳我，行，我都不乐意升那 W， 那都一整把了这人。哎呀 ，W 减速 ，W 减速 ，W 减速，就人就他就他知道 W 能减速一样。
你说那螳螂连进化都没进化，我减你妹速，减速，我看你想减速，搁那叭叭叭叭叭叭的，键盘给你，你来减速。W 一抠搜，平 A 掏，打不了了。我敌人。减速，闪现一抠 A， 减速，准备收割，油桶来了，减速，耶，没减到。再减速，这酒桶要干啥呀？一看他后边就是有人了啊，我们不打了。哎，勾引他一波，我蓝来了。诱弹冲击，我们下把来个酒桶吧，先把这沙米拉杀了，杀不了快跑，你别追了，你还追呀？哦呦，这啊，这什么狙击？打大龙呢，打呗，加油。加油兄弟，我给你助威啊。哎，我看你能不能打得过他，我给你加油。哎，我这血回的可以啊，确实是血。我把他惩戒了，这一队区区很高啊。我估计啊，现在 EZ 应该是有 bug， 每个 EZ 的伤害都这么高啊，他应该这是应该是个 bug， 就是只要是魔切加上这个神圣分离者打人就老疼了。这个派克上哪去了？死的有点快啊。先升个16级，那小驴人居然不生气哟，他没移过去，鬼刀一开，一个滑了 ，W 接平 A 走位 ，EQ 收这个，我们差一个小兵升16，这回可不能学错了啊！起个翅膀，从我的嘎吱窝搞一个翅膀，再打呀？打不完溜。
杀个沙米拉完事儿，直接飞 EQ WA W 啊，没有 W A 接个 Q 水刀一开飞起来 W 死，哎呀没死 EQ 飞，啤酒人要杀我 EQ W 回血一个掏，这小黄毛伤害绝对不对劲，这英雄小黄毛现在太猛了，来一把小黄毛，那我们中单小黄毛吗？打野小黄毛吧。